每天水量该喝多少？标准计算公式暴力在。 算一算，我们每天应该喝多少水？有一个公司是这样子，就是每公斤喝30到45cc的水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60公斤的话，大概要喝1800cc到2000cc的水。那为什么会有30到45cc？主要是跟你的工作内容有关。工作关系，一直讲话，所以我是应该要45去乘上我的体重。是的，对的，因为工作的这个消耗水量比一般人多，所以要以比较高标准45cc乘以你的体重，还是你的每日需水量？对。